aan de zon. Emang jadi satu ya deh.羽毛球好像肌肉关系不是特别大。但你看你周围那么瘦，你周围有两开始瘦，是真的在里面。朱老的像那个后面也是瘦，好像没有特别瘦。Oh, no!
铁路这边。他现在青年赛的时候，他青年赛上的我觉得有点奇怪。Warrior mentality, go!
要么是冰糖的，有可能冰糖，对啊，冰糖有好多那个印度教练。教什么？这么多兄弟谁啊？我是中国教练比较多，美国教练。因为中国的教练都不说英语，所以他们就不去。对啊，就中国就教练不说英语的。不不，就中国在这里说不去教美国国家队，这全美国最厉害的一个教练肯定就是庞德。现在在美国所有的教练加起来都认识他们这些，但是他不可能来教你。这次的话也就是主动给你包一下，我觉得一个是年纪大了，但是他不说英语，他肯定是不行。让别人就觉得你在怕他呢，你过度。怎么样？你像他这种杀球，他的动作效率其实并不是很高，但是他的力量大。对，他年轻的时候。太犹豫了，有没有 hesitation？
不要打了，放一个放一个，哪怕在店内放了，这种是最没意义。服装加油！好球！好球！好球！
Naru! Tembe! Yeah! Yeah.
在追了。湖南加油！好。Nak.